面对 AI 时代的来临，花莲县政府积极建构智慧教育与智慧校园的优质环境，希望这一股引领时代科技的潮流能够深耕到国中小，让每一位国中小的学生都能够具备使用科技的能力。我想这是108年度花莲县政府最重要的施政目标与实践。儿童程式语言、创客教育及科技教育，在本县历年积极培训讲师群之下，所拥有的教师团队素质及人数，皆为全国之最。本县国中小126校中，已有111校实施儿童程式语言课程，比例高达87%。教育网络中心也获 S4A 全国创客社群获颁推动儿童程式语言最佳县市教网伙伴奖牌。本县已有深耕的基础，为因应108新课纲新兴领域的推动，本县依区域建制示范中心，一为教育处县级规模的智慧教育中心，另有北区花岗国中科技中心、中区光复国中科技中心及南区玉里国中科技中心。教育处智慧教育中心未来将积极培育资讯科技创客教练及种子教师，再由三区的科技教育中心协助办理地方种子教师的培训，扩大办理师资培育，让研习的内容丰富以及多元。花莲智慧教育中心利用现有的空间，以隔板隔柜分区，区分教学活动区、体验 DIY、 工具区、开放式小型会议空间、制造者成果展示区及 AR/VR 体验区，内装并以工厂风格进行情境布置，有组合柜、工作柜、空调设备、主题意向区等。科技教育深耕花莲不是口号，而是踏踏实实的一步。以下是本中心的主要任务：一、提供县内学校认识新兴科技设备。设备部分包括制造者教室所需教学设备，例如 3D 列印机、雷切机、大型绘图输出机、CNC 切割机等。二、推广创客教育课程，将上述可借漂移设备提供各校推广使用。三、组成花莲在地创客联盟，拨补 3D 列印机、雷雕机、雷切机。四、编撰科技教育教案，发展初进阶资讯科技课程，建置线上影音平台供学校参阅。五、成立教师社群网络，以专业学习社群为运作目的，透过网络社群平台进行专业分享与互动。六、办理科技教育种子教师培训及科技教育研习。七、办理年度大型赛事活动，统筹办理全国猫咪杯儿童城市县内初赛与复赛、花东纵谷智能自走车竞赛、科丁校际 Scratch PK 赛、纵谷翱翔全国无人机竞赛、东区科技创客教育观摩赛、花莲县 PowerTech 仿生兽竞赛，以及扩大办理花莲县科技教育成果展。期望花莲智慧教育中心发挥其功能任务，培育增能更多第一线创客科技师资，透过学校扩散成效，积极推广创客教育及科技教育，从根本打造未来国民的能力，将城市教育全面普及县内的每个孩子。我们希望孩子们具备独立自主、发现问题、沟通表达、团队合作以及创客制造的能力，然后进而衔接城市、云端与物联网等